读了这篇文章，我才发现，此前出门购物后的防病毒措施还远远不够。有的凡请说，尽管我注意了勤洗手这个环节，但没有重视家里的防疫措施。最后需要提高有关意识。截至4月15日，全国这篇投稿的阅读人数已经达到12万。听众朋友，新闻不走慢了。本次新闻是由江川、李一伦从日本东京播送的，感谢各位的收听。 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钟林，今天为您重播2019年10月26日播出的《诵读日本》节目，欢迎收听。